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党政支书兼董事总裁李晓明先生，欢迎您。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裁中国网球公开赛赛事总监张军慧先生，欢迎您。以及两届亚冠冠军得主、前两届双打世界第一彭帅女士，欢迎您。